不要讲游戏。对，等下再聊好了。对，我可以玩传说对决人，早上九点玩到下午五点，然后准备出门。超强的，那小叶是完全没办法跟我们讲话的。对啊，传说对决应该找我代言的。对的，我的脸书或者是我的任何生活，一定都有传说对决。太强。Seven 算什么？应该找我才对。哎呦。好了，第一局放权给你。Thank you.